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吕杰。其实我们在这一本日里面有一篇写到了这个澎湖的信仰。那澎湖除了信仰这个以外，我们刚才提的海神马祖是当时非常重要的海神嘛。那其实台湾海神有很多，马祖是我们最常听到的，包括什么广泽尊王啦、清水祖师啦、水仙尊王啦、玛莎拉蒂啦，玛莎拉蒂也是海神嘛。OK 哈，我们刚才提的海神还要再提一个，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、观音大士也是海神之一。那我们在这本日里面就有写到，在澎湖以前还有一个传统，就是观世音菩萨，我们的观音大士坐着船，他的绕境呢是坐船，不是坐轿，你要去坐船。那随着时代的进步，有一年，不要问我哪一年，在日历里面有，当年的观音呢，就是坐着飞机来绕境，好像这样比较快哦。所以记得翻开，你就可以找到我们刚才讲的属于台湾的小故事。这一本《老派日历之跟吕杰一起走》，我们一起离家吃走。